大家好，欢迎关注胡侃汽车，我是老胡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日系的 SUV 是非常常见的丰田 RV4 荣放啊，上牌日期2017年2月份，啊，行驶里程3.6万公里，是咱们大连本地一手的私家车啊，车况完好，只有前后杠有局部刮蹭补漆，其他是原漆。这台车呢是2.0自动舒适版。是中配的啊，就是有智能钥匙、天窗真皮、巡航定速、环车影像啊，配置还是够用的。还带15年免费基础保养啊。这个车子呢，是白珍珠啊，大家可以看一眼啊。款式呢是现在在产的前一款，不算过时啊。丰田 RV4 品质精尖啊，很省油，品质很好，基本不坏啊，维修保养也很便宜，保值率非常高。现在的价格呢？还不到16万啊，不算便宜，但是呢，这种保值率高的车，你买的时候贵，卖的时候也能卖上价啊。最主要是省心保值，喜欢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。这台白色的荣放啊，内饰是以黑为主啊，大家可以看一眼，这车的配置啊，智能钥匙啊，无钥匙进入，一键启动，多功能方向盘。巡航定速啊，然后呢，电动门窗、电动后视镜，后视镜可以折叠，大灯高矮可调，还有 ESP 啊，天窗啊，这真皮座椅，车主自己加了一个这个座套啊，保护的很好，啊，这个车还带环车影像啊，自动空调，车主自己加装了行车记录仪、前后摄像头的，这台荣放是2.0的啊，自吸发动机，变速箱是 CVT 的，带手自一体的模式啊，模拟八档啊，刹车是传统的这个机械式的手刹啊。虽然说是已经停产的款，但是它年代还是比较近的啊，大家可以看一眼里边的做工和成色啊，毕竟是本地一手车，成色非常新啊。这车开着很省心，油耗也不高啊，应该不超过10个8-9个，保值率超好。啊，维修备件还便宜啊！丰田的车不是以配置见长，就是以品质啊，品质精尖。经常说嘛，一车传三代，人辆车还在啊。丰田车的品质是有口皆碑的，保值率超高啊。这台车呢，特别适合年轻人啊，家用，上下班代步、自驾游啊，非常方便。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吧。荣放的后排空间够用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我身高1.72米啊，膝部空间1.02米，头部空间呢1.03米啊，这个地台高度很平整啊，坐两个人没压力，坐三个人也不觉得拥挤啊，没有后空调出风口，但是有这个取电口啊，这个还是可以的。如果需要，座椅可以分开折叠放倒啊，这样的话空间会更大啊。丰田车的配置从来不是以配置见长啊，就是可靠性啊，家用这么大小足够了。RV4 国产化也比较早啊，这个最早期是原装进口的，后来它有了一个国产化以后，有了个中文名字叫荣放啊，叫荣放以后呢，它这个备胎啊，从这个背挂式的变成了这种内藏式的啊，就有点像霸道的底挂式备胎和背负式备胎，我们更喜欢这种背挂式的备胎啊，老款的那个 RV4，但是现在就是潮流嘛，基本的新款 RV4 也都是这么设计的啊。我们来看一眼这车的后排空间。目测呢应该是在600升左右，座椅可以1/3、1/3分开放倒啊，这样的话的载物空间会更大。看一眼这车的备胎啊，全尺寸的备胎、铝轮、工具什么的，整整齐齐都在这个车里啊，都在这车里。因为毕竟是本地一手的私家车嘛，还带一个车主自己购买的15年免费基础保养。白颜色的车身是这个车最好卖的颜色啊。搭配这个尾翼和这个行李架，啊，非常协调。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这台车的，可靠性、保值率有口皆碑啊，就是配置也够用，啊，喜欢不要错过。好，今天的老胡问答呢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呢，可以关注我们头条号“胡侃汽车”，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，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一解答，请大家继续关注。